你看过我们的新的电子白板了吗？赞！因为你们太皮了，拆组的是故意把我们吊在这一间。你们无聊就揍一幕两拳，那一台又不见了。你们下课要陪你老师，不要。开始上课了。好，因为我们班调不开时间嘛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用那个高科技的电子白板。那没差啦，有些学生还是喜欢用黑板。告诉你，喜欢线上上课。我也喜欢。你目前做一个月最高纪录接几单饮料？你在清新摇饮料？100多单啊！在清新接到100多单，摇100多杯？绝对不止100多杯啊！一天摇超过100杯啊？一天超过100杯，我操！你每天打手枪还累？好。哎，你目前上班的习惯吗？快乐，真假的？上班快乐？因为你习惯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就没有。我妈目前有在打工，就是你们两个啊。阿姨现在打工做的怎么样？累，很累哦。日常天吗？日也要做，日一二三四，然后五六补习这样。哇，你暑假过那么充实，你那个工作性质在做什么？收成。现在这天气出去收成会死啊。那出去收成是谁去收？我跟我爸是一起。你今天要去买饮料吗？我是没有了，下礼拜好，全班到齐再喝好了。全班到齐那一次，我们再请你们喝一次。一次吗？一次啊，全部每次都。每次。星星的饮料不过了。以后记得报你的名字啊，喂，记他账上。很奇怪，这边薪水怎么那么少？我要。真的不贵，真的你们要喝奶精的哦。哎，他说不贵，真的可以记。可以。七七聊真的不贵，尽量点没关系。然后记他账上，不要啊，老师。超度人格啊！奶精的不好喝，我说真的，奶精的不好喝。我只能喝奶精的啊，我喝牛奶我会落塞啊。你要乳糖？我乳糖不耐症。很好。那个白痴撞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